随时出现在你家的大门口，按响门铃，把幸运带给你。正确的，错。哎呦，答对了，正确的。五道问答题，答对四道，你就可以升级。幸福敲门，升级到家。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升级到家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把幸运带给你。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升级你家里的物品，比如说有一些旧的东西，你可以给它来一个彻底的更新换代，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聪明才智升级你的梦想。各位，你有勇气吗？你想挑战吗？全新的升级物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呢也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你家的大门口，按响大门上的门铃啊，把幸运带给你。好了，各位，拧破阿拉累了。现在我是来到了宁波市的府桥街的一个小区啊，到这个小区还要找这个赵文科的家啊。这个小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在进门的时候，这保安大哥就告诉我了，说每栋房子呢都是以花来命名的。那赵文科的家呢是叫做杜鹃座，现在咱们一块儿去找这个杜鹃座哈，到底长什么样呢？走，这一栋叫牡丹座，哇，这个是银杏座，但还不是我们要找的杜鹃座。到底在哪儿呢？哎，各位，我有点吵，发现新大陆了，杜鹃座。我们按一下门铃啊。喂，你好。哎，你好，那个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升级到家栏目组，您是赵文科的家吗？对对对。啊，找到了，好嘞，哎，麻烦你帮我开门啊，好吧，啊，来，慢一点啊，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哎呀，太意外了！您是赵文科？对对对对对，您家在这儿啊，哦。赵文科和他庞大的亲友团会成功完成他们的家庭升级梦想吗？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我们升级到家，到你们家来呢，主要是想给你们家里啊，找一样东西来一个升级，好不好？好的，好的。所以现在呢，你先带我参观一下你们这个家，好吗？咱们大队人马一起来，好不好？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看看升级什么东西啊？这电视肯定是不错了，我觉得。刚买的，不用升级了。新买的是吧？对对对，这是啊，家里的冰箱。这个冰箱是我跟老婆结婚时候买的。结婚的时候买的，对对对。那这个应该很多年了吧？这个十五年了，十五年了。这个冰箱我是特别想把它给更换了，换一个好一点，对对对。这个冰箱是准备要升级的。这个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啊，有段时间了。这个平时是谁用家里边？这个呢，主要其实是我公公呢，怎么说？这几年就是他自己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基本花了。大概有两年左右的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电脑上面完成的。真不错。对。那这个电脑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现在？我就玩游戏不行，玩游戏速度有点，速度慢了。哎，对，就是拿它打字还可以，对。但是说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就不行了。那就是说这台电脑是咱们这个家在考虑，也作为一个升级的目标。这是谁的房子？这是书房。书房，来看一下书房。书房是有没有固定的谁在这里？书房，我女儿啊，小学的时候啊，让她在这里那个学习用的啊。但现在呢，她因为已经去住校了嘛。住校了，对。住校了，所以书房基本上就我爸有时候写点东西，因为我爸喜欢写东西嘛。对。这空调怎么样？这空调已经非常不好了，这空调也有十五年了。二十年了。啊。哇，我的天哪！对，空调也是一直想换，一直更换啊。噪音比较大，噪音大。其他制冷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这台空调也作为一个升级，可以。好的。
是全面的细致的来参观了一下赵文哥你的这个温馨的大家庭啊，的确是很有特色，而且我们也知道了全家人呢都有着自己的升级愿望，但是按照节目的规则，在三样东西当中我们只能选择一样来作为你们的终极的升级目标，好吗？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这有个标志牌叫升级到家啊，接下来把这个标志牌要放在你的手上，然后你们呢一会儿啊开个小会商量一下啊，到底升级什么，决定了之后就派一个代表贴到这个东西上面去，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开会。主持人，哎，怎么了？我们商定好了，已经商量好了是吧？对，由我们女儿去负责掏出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交给女儿了。对对对，你现在就是这个贴标大师了，再加一点。好，你去贴吧。到底要贴什么？哦，现在有台词。冰箱。好的，各位，马上进入到以下的家庭答题环节。不过在答题之前，按照惯例啊，我们一般都会让答题的人呢先看一看，如果过关了之后可能会得到的那个东西。你们家就是这个大冰箱，你们想不想先看一下？想。咱们增加点动力，好不好？好好好，来，当当当当。啊，不错，很大的一个冰箱。至少先能看到大。对对。好。哇，怎么样？不错吧？不错不错，非常棒，对不对？对对对。好的，但是现在能不能拿到的还不一定呢。嗯。因为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好吗？好好，加油！加油！加油！游戏规则，你可以在七张卡片中任选题目，五题四胜，有一次求助机会，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升级你的物品，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你的物品将会被我们带走。好，现在从嘉宾成员当中挑选一位平时运气特别特别好的人。妈妈，好像大家都指向了你一个人。我压力好。你原来是不是中过一包牙膏之类的？那还不止是吧？啊，那好了，来挑什么颜色告诉我？我挑紫色。紫色。对。好了，各位，请听题。国际标准田径运动场是东西朝向还是南北朝向？计时开始。是东西还是南北？我觉得是南北。我们把自己看到过的完全想一想，就从啊，这什么田径场啊？田径运动场。我们看到的标准是朝向五、四、三、南北。确定南北吗？啊，你确定是南北啊？我要告诉你，第一个回答是。紧张吗？你们现在恨死我了是不是？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好紧张，奇怪了一天。对，好了，第一题旗开得胜，第二题谁来选？老爷子选。啊，来，第二题拜神。拜神。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看了，没有白色。那看起来。对，赤橙黄绿青蓝紫，青色青色青色。OK， 老爷子选的这道题很有艺术性气息。各位，请听题：著名雕塑《思想者》中的人物的头是撑在了哪只手的上面？计时开始。爱斯维纳斯，不是这个爱斯维纳斯，思想者啊，维纳斯没有手，维纳斯是断臂的。你们的回答是左手，对吗？你们的回答是。你们的回答是左手，对吗？你们的回答是错的。啊！错的。我是所有人。你也没有。你不要把我忘了啊！谁选？黄色，我来。刚
吃碗一马后炮，这是一个身先士卒的一个。对啊，那刚才听我说的。OK， 请听题，在我国东边还是西边的天空出现彩虹，预示着会有阴雨天气，几时开始？东边是出西边，对对对。但是讲师放在中间是西边，那这个彩虹，但是日是彩虹。哎，等一下，等一下，你是确定要求助吗？我要求助，求助。OK， 好，求助一分钟，计时开始。啊。不是那个电脑开着的呀。东边还是西边的天空出现彩虹？我十秒钟，抓紧时间。啊。西边。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女儿查到的是西边，你们查到的是哪边？我查到东边。我也查到东边。现在我不可能再给时间了。嗯。现在我只要最后一个答案是东边西边，你派一个代表告诉我就行，不要再多话。我不知道喽。谁说？上边，东边嘛。这道题目他们的回答说是东边，那么他们的回答是错的。谁说了西边？那这里不写的东边吗？啊。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在西边。你看吧，在没事的嘛，结束了嘛就结束了嘛。因为你看啊，它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说是出现彩虹，预示的会有阴雨天气，而您刚才说到的是下过雨后出现的彩虹，是两回事。哎，所以这个回答是错误。那么刚才有三道，刚好两道，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就没有过关。首先这个新的，我还得辛苦我们俩兄弟搬走了，另外这台旧的冰箱也就只能我们带走了。带走了，那就没办法了。慢一点啊，好嘞。哎，今天有点遗憾啊，不过其实没关系啦，对吧？哎，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好不好？好的，好的，下次继续参加我们。哎，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这儿还有一个小红包啊，升级到家，这里边发了800元的代金券，你们呢可以拿这个呢，把这钱不够，你再加一些钱，再买一个冰箱，好吗？好。哎，好嘞，送给你们啊，下次我们再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好，再见啊，那我走了啊。好了，各位，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宁波市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啊。今天正好又赶上了周末，这个地方的人呢特别的多。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继续把这份幸运送给过路的一些行人和游客。两位，咱们玩个游戏好吗？女孩子好羞涩。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啦，不要害羞了啦。我们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对，没错，中央电视台。你们俩好紧张，先别紧张，先别紧张，没那么可怕。咱们一块玩一下，好不好？行吗？很棒。他第一个说行啊，小伙子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玩这个游戏，我给你介绍一下，好吗？我拿这个耳机，你们呢也从身上啊找一样小东西出来，然后我会问你们一道题目。如果你们答对的话，我这个耳机就送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答错的话，会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不知道。那我们就走了。你就走了。还送给你，你倒是会想好事儿。我们东西拿给你吗？对了，来找一样东西给我，好不好？好，找一样啊。谁要输了，脱鞋下来给我行不行？脱鞋，把鞋脱给我行吗？崇高啊！我要不要涂一涂？这把伞挺漂亮的，来我试打一下啊。算了，我们三个站在一起，好浪漫的感觉。拿脱鞋吧，脱鞋。哎，好，真棒！来拍一下，请听题。葡萄酒酒瓶标签上的年份指的是葡萄采摘的年份还是葡萄酒加工的年份？请回答。加工。加工的。你们三个人一致回答是加工的年份，对吗？唇膏呢？我宣布你的回答是错误的。我一道题啊，应该一道啊，就一道，一道定胜负的。对，没错。哎呀，那如果都不一样呢？你们三个刚刚答的是完全一致啊。一样。感谢两位的参与，谢谢，再见啊。这伞归我了啊。谁脱？
看这架势是你脱了，那脱了吧。我又没穿袜子啊。没事没关系，我不介意你的鞋没有穿袜子，来我扶着你。现在啊，我是来到了宁波市繁育二村这个住宅小区啊。到这个小区来是要找这个谢称生的家。这个谢称生呢，据说他是一个设计师。我在想，设计师的家跟别人的家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走，去找。36号啊，在哪儿啊？到底？36栋总算是找到了，一头的汗。摄像大哥累不累？爬楼了啊，开始。又开始爬楼了。对呀、啊。鼓楼。哇。哎。今天我们不再休息了，一口气爬上去。我是不是爬得太快了一点？是。你们跟不上。喘口气。这是灯。靠窗。您好。没人来。你好。哎，你好。哦，你好。阿姨你好，这是那个谢称生的家吗？啊，对对对。我们是这个中央电视台升级到家栏目组。哦，升级到家的。对对对。欢迎欢迎。哎呀。哦，下一周在呢。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是谢称生的吗？对对对，我是谢称生。作为室内设计师的谢称生和他的家人会有怎样的升级梦想呢？让我们先参观一下他的家。那这样啊，我们这次来呢，就是要给你们家里啊要升级一下位置啊。所以现在呢，我想啊，你们带我参观一下你们这个家，好不好？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升级，好吗？好。这个二楼这个地方采光比较好，我觉得这个位置啊，这是你的一个工作台是吧？对，这是一个工作区。哎，这张照片我看一下啊。这是。哇，这个好青涩哎！对对 对，这什么时候的照片？这是2002年大学刚毕业。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初中同学，然后也是大学同学。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人一台电脑用还是怎么样？一人一台，就是准备这次想升级的，也就是这个其中想升级哪个？那个还是这个？这个这个呀。这个是为什么不好用？不好用的现在，我们刚买，因为这个我们2007年买的一台电脑，然后已经时间很长了，加上我们经常去旅游嘛，拍回来的照片什么存在里面特别多，现在它已经经常死机，然后修了好几次，特别慢，修不好了已经。好的，那咱们就把这台电脑作为今天的升级的目标之一，好不好？好，好，这台电脑啊。阿姨，你在忙着呢，你在卸钻是吧？啊，对。哎呦，你平时在这辛苦啊？辛苦。他们这个吸油不行，啊，吸油不行啊。哦，这个油烟机吸油不行。对对对。啊。每次那个油都含满了。哦。那您就经常要去清理，有是吧？经常清理。特别麻烦，这个清理起来。对对。那真是。那这样呢，咱们商量一下，阿姨，我们把这个作为今天家里的另外一个升级的目标，好不好？好。好好好，抽油烟机。我跟我爱人两人现在在这里睡着，因为小孩跟大人睡在一起，哦，有点小。啊，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现在睡在这个房子，有点挤。我经常已经基本上就住外面来。哎，你有没有掉到家上面去过？基本上有会掉下去的，一只脚马上顶住了。这样，比较有经验，掉了很多次了。对对对，那就是这张床也作为你们家今天第三个升级的目标，好吗？啊，来，这张床。好的，刚才呢，我们是参观了一下两位设计师温馨还有充满了设计感的家啊，非常和谐的一家人。我们也知道了他们想升级的三样东西，但是按照节目的规则，在三样东西当中啊，咱们只能选择一样作为终极的升级目标。现在你们一家人，洋洋你也来啊，好嘞，那你们一家五口开一个小会，来商量一下到底要升级什么，好不好？好，来。我有出来，你有答案了，我有答案，有答案了。好的，那我手里有个牌子叫升级到家这个标志啊，再把权力交给你，你来选择最终升级。走，好，好像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再要升级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即将给你们升级的这个崭新的电脑拿进来，好吗？好，好，来。谢谢啊。游戏规则，你可以在七张卡片中任选题目，五题四胜，有一次求助机会，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升级你的物品，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你的物品将会被我们带走。有没有信心的你们？有。有。好，第一个选谁选？红色。红色啊，各位请听题。成年狮子中由雄狮子还是雌狮子来负责捕食，计时开始。是不是你好像很了解狮子，原来养过是吧？就是看动物世界看了很多次啊，所以你刚才吓我一跳，以为你养过狮子。现在我要宣布，你们第一次答案是雌狮子，那么你们的回答是正确。要不下次养两只娃娃。好，来选第二题，谁来选？老爸啊，老爸中过25块钱，对对。哪个颜色？黄色。黄色。好的，来几位请听题。闯关东的关指的是什么关？计时开始。哎，等一下，你是确定要求助吗？求助。求助是吧？嗯。好，一分钟计时开始。关中的关指的是什么关？三分。哎呀，急死我了，真的是。十三关。十三关。注意时间啊，我们的时间很紧张。三关。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告诉我最后答案，什么关？山海关，对吗？好。你们的回答是山海关。随时出现在你家的大门口，按响门铃，把幸运带给你。正确的。错。哎呦，答对了。正确的。五道问答题，答对四道，你就可以升级。你们的回答是山海关，所以我要说你们的回答是正确。哦，好，这个目前是答对两题啊，旗开得胜。接下来谁来选择第三题？蓝色。蓝色，来，各位。哎，这是一道跟生活有关系的题目，可能阿姨会比较多了解一些啊。我们听题啊，各位请听题：菜刀生锈之后，可以用西瓜皮还是洋葱头来擦拭去锈呢？计时开始。洋葱。洋葱。你们经历过前两次，选择开始相信他了，对，定海神针啊。对，但是我也不敢保证他答案是对的哦。啊，洋葱头，根本我要告诉你，你的答案就是答对了。所以我们说嘛，这个，一个阿姨跟叔叔他们这个岁数比较大，对，你知道吧？他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都多，走的桥比你们走的路，对，走的桥比你们走的路都多。哎，那么接下来谁来挑题？绿色。各位请听题。从保护眼睛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看电视电脑时旁边的灯应该是打开还是关上，就是说是开灯还是关灯呢？计时开始。别开灯。闭灯。我每次答完题是不是在那等冷静？是是是，要开灯。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告诉我答案。开灯，开灯。嗯，这次有一个人的声音格外洪亮。每次都很自信，所以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哇，太厉害了！四道题全部都答对了，你
你们知道应该感谢谁吗？老爸错了，应该感谢中间的洋洋，对，他没有捣乱，这才是最关键的。你现在画的少的话，太喜欢了，正在看新闻，我正在看新闻，好会配合我啊。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特别要感谢您的收看，用勇气来赢得机会，用智慧点亮生活，升级继续，各位，明天见。